的是最怕失望。状况现在也没有时间，就先工作。看感觉，没有一个特定标准，知道就知道。我自己就觉得也没有什么好遮掩的，反正就是我以前就长这样。就目前就是吃药啊，然后也有计划要来吃中药调理看看。所以是从小就比较皮肤比较敏感。然后就是只要晒到太阳就会全身起疹嘛，对，就会起疹，包含脸到脚都是。主要是脸跟上半身，时间过了，身体比较冷之后它就会吐。你现在是几公斤？我大概47，158，158，四十。从小到大就这样。我现在大概是最怕失望。我状况现在也没有时间，就先工作。那应该不乏追求者吧，因为你现在人气又这么高。其实也还好，或者是我没有仔细的去，对，还是有禁爱令，不能说。其实也没有刻意，顺其自然，看感觉，没有一个特定标准，反正就知道了就知道，要幽默，对，对，幽默，但是就是没有很帅也可以。帅不帅？帅不帅？顺眼就好。对，所以最近都没有让你顺眼的对象。我可能也不会把他当做恋爱对象去看。对，因为最近也没有这个打算。